一切众生与我相同，我就是他，他就是我，我怎么会生气他呢？所以六祖大师说，内心天下是公，外形与理是什么？德。对，功德的建立在内心，要达到一种什么？天下跟什么理？天下是内心的天下，真正的内心天下，而外在于什么理？给人家感觉非常的舒服。那后选呢？这时候就来放一个影片。后选觉得这个菩萨就是不一样，你按不起来呢？比较慢吗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。南北朝后宫时代，我来臣大夫灵鹫寺，为了春天三日，并为地面举行五洲斋会。自己是，他的别的地方。
我否今天请你吃点吗？好，刚才那菩萨是文殊菩萨，那文殊菩萨他是智慧第一位，他的智慧，他要考验一个修行的人。那你看一个住持哦，他是一个住持，然后他连他的内心，他看到了佛，他也迟疑了；他看到人家给他的布施，他也迟疑了。那你想哦，那何况说是我们呢？那所以说，我们今天要这样明白我们
与众生兄弟姐妹都是怎样一样的。那明白我们人与一切万物都是能够怎样，都是一样的。所以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哦。天道没有在说啊，你喜欢我女婿，你是我的谁，你是我的亲戚，我才要跟你好哦。没有，一切都是一视同仁哦。但是很奇怪的是，上老天爷、上天特别的关爱谁？关爱善人哦，善良的人哦。好、哦，所以说呢，今天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我们内心的德，内心的德善哦，我们内心的德善哦，我们内心的一种平等如如，我们看一切世间都不会起爱恨憎念哦。好、哦，所以说我们要怎么样，在我们的内心能够达到一种非常的怎样，非常的心平气和，能够让我们内外都能够心安理得。所以呢，众生呢，今天我们要止念，止我们念，刚才断习止念这个念头非常的重要啊。众生就是众念从生啊，刚才讲的这样的一念就一轮回哦啊，一念一轮回，一个生灭就一个轮回哦。所以为什么众生有那么多的烦恼，八万四千的烦恼，八万四千的轮回哦。所以说我们要知道这一切都是什么，有因果的。那我们今天要断因果，我们要超三界，我们要怎么样学佛菩萨一样，达到最高的那一种内心的怎么样，内在的德善，那才是内在的真功德哦。哦，所以说我们的心田，我们的心田你要种什么，你种杂草它绝对是跟你生杂草啊，你种苹果，他种苹果；你种欢喜心，他得欢喜心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思量一切恶即是恶，思量一切善即是善。所以观世音菩萨说：“思无邪，何处非南海？”你的思想念头没有邪念，哪里都是净土，哪里都是净土哦，哪里都是佛塔，哪里都是天堂。各位姐姐。天堂不是我死掉要去的地方，当然我们在讲天堂是我们死掉想要去的地方，但是你在人间你做了什么的当下是不是天堂？如果你在当下你过的是天堂的生活，你是佛菩萨的生活，那你就是佛，你就住在天堂里面，你在佛堂你就是真正名副其实的什么佛菩萨。所以说我们今天要知道，老师告诉我们生命最大的悲哀是什么，是因为我们都不了解，不能够了透我们内心啊，我们内心清不清楚，而流浪生死，而流浪生死。所以说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能够与上天合而为一？你看人家那个小 baby普暖的被老吼，普通的被这抛开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为什么他的心念与天合？因为他是赤子之心，是不是？我们普化那样啊，这个瓜瓜皮拢去瓜，还好还没老吼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的赤子之心已经怎样被蒙蔽了，所以我们现在所要恢复的，就是我们本来的面目嘛。所以我们第三宝叫合同啊，恢复我们本来的面目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说我们怎么恢复我们本来的面目呢？所以我们要认真，认真，所以心中有内在的诚意，谦下，内谦，然后外行于理。所以我们说诚于中，实于外，这是我们今天修道的最大的内在的一个什么，一个品德，品德哦。所以我们今天来道场，来道场，我们看看我们的人格有没有进步，我们的心境有没有提升，我们的法相有没有庄严，我们的内在有没有慈心悲悯之心，这很重要，而不是来到佛堂还是一样面目可憎。那我们没有进步，我们来到佛堂是要改变，不断的改变跟进化，
越来越怎样？有的人来到佛堂，刚开始他是非常的烦恼、忧郁，非常的苦。可是他来到佛堂，接受了佛法的洗礼、真理的洗礼，最后他变成一个真的，他就是一尊非常和善的欢喜佛、快乐佛。好、哦，所以说我们今天不管我们前世怎么样，我们对过去我们有忏悔改过，我不知道我前世怎么样。我不知道我前世做了什么差错，我不知道我前世为什么不懂事，但是没有关系。我现在我怎样？我对过去我忏悔，我改过，我反省，这是你要做的。